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大家好，我是小柔。安吉丽娜·朱莉把孩子们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愿意前伴侣共享监护权。世界观 News 讯，布拉德·皮特与安吉丽娜·朱莉婚变闹到撕破脸。由于他想独占六个小孩的监护权，只给他探视权，不像绝大多数欧美夫妻离婚都同意双亲取得共同监护权，导致拖了4年多还不能彻底切割。之前法官终于判定布拉德·皮特和他取得共同监护权，他大感愤怒，认为裁决不公，八卦媒体报道他绝不放弃，还想再斗。而英国媒体翻出去年底美国杂志关于此事的报道，发现他的律师团队曾经表示六个小孩中有三个愿意出面作证，力挺求利，让网友痛骂他竟把小孩子扯进这种事情，只为了满足自己，真的比黑魔女还恐怖。求利与布拉德皮特一共生了喜罗、诺克斯、薇薇安这两女一子，他自己还有另外收养的两子一女，结婚时六个小孩都成为小布的法定子女。但在婚变后，年纪最大的养子麦杜斯盛传就是因为小布和他在私人飞机上的肢体冲突导致裘丽决心离婚，已经公开和小布决裂，因为他已成年，所以成为唯一已作证的孩子。据称证词对小布非常不利，他也透露想将姓氏中的比特拿掉。至于其他两个小孩是哪两位，网友称猜都猜得出来。年纪次大的养子泰克斯，早先也有报道指称裘丽告诉过他，小布本来根本不想收养他，如此一来，他应该也不可能站在昔日父亲这边。至于第三个，一般推测不会是亲生的那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只不过为了防堵前伴侣，不惜拿小孩当工具，网友都觉得很不可取。原本裘丽和小布在一起时，都因为身份是第三者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之后他努力做慈善，整个家族看来和乐融融，形象才扭转，人气更上层楼。但一场婚变下来，很多网友再度抨击他原来魔女的本质不变，称他本来就不讨喜，永远也没可能。消遣小布看到离了两次婚的女人就不该跟他在一起，之前那两段已经暗示很多，或是直接骂邪恶的朱莉，你够了。虽然事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从外界反应来看，朱莉若继续执着，对她的伤害比对布拉德皮特大很多，不管是形象上还是票房号召力与人气，要是他真拿得出足以说服所有人的铁证，事情不会拖这么久，他可能需要学习转念接受。布拉德皮特与安吉丽娜朱莉为孩子撕破脸，编辑张一佳。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